却只怕后悔，因为太落是寂寞在作祟。我咽下我是谁，勇气征服了软弱的包围，荒唐的沉醉如湮灭纷飞。我的心像音乐唱出真心喜悦，感觉对了，冲破一切绝不停歇。呼吸的黑夜，好新鲜的感觉，有梦了特别甜。很会唱歌的人呐、啊，你明白吗？我这个怕我不要你那么会唱歌。你跟人家讲话哦，你不可能我跟你讲话，你不可能讲到这么样的嘛。你一定是我跟你讲哦，你会 feel 到那个语气是不同的，是语气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唱的时候，未来在心如刀割，这个是在唱歌的，讲话是另外，未来在心如刀割，一句一句，好像我很小心的跟你去解释一样东西 ，OK？ 所谓错对是非。
飞。哇，自己作词啊啊！特别甜，给特别甜改过，安心。特别甜，他的脾气是这样子。给你唱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很好像发呆这样子的感觉去唱。转圈。啊，就简单的唱法，不用太去花俏的。安心啊 ，OK 了，而且 ，OK。唱得很好 ，OK。不过那个如烟灭纷飞，开始有一点点的冲刺的感觉，冲上来的感觉 ，OK。来试过一次，灭很是灭灭灭。我的心像一灭，唱出这心心裂，感觉对了，冲破一切绝不停歇。